咱们各位同志，赶快！国家博物馆的各位同志，今天下午呢，是我们要在这儿拍一个合影，整体往这边三步，整体往北三步。2012年7月9日，国家博物馆100周年纪念日。对国博人来说，这是值得骄傲和庆祝的日子。每逢这样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会留下一张合影，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国博人在守护和发掘历史的同时，他们自己的历史却散落在博物馆的每个角落里，等待人们去发现。百年之间，通过一代一代国博人的只言片语，通过拼接记忆的碎片，通过一帧帧老照片，我们正在寻找渐行渐远的那些人，那些事。历史正在被修复，模糊的记忆也将逐渐清晰。1951年7月12日，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展览会以内部参观的方式预展。到1954年5月，共接待4万多人。相对于今天而言，展览的现场显得仓促和简陋了许多。然而，此次展览却是第一次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并成为了后来历经修改的中国革命史陈列的最初缘起。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被锁定在有限的框架内，而这框架的选择充满了动机和人为技巧的关系。因此，历史可以被塑造，可以被改变，前提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人必须具备改变的勇气。照片模糊背景上的年轻人叫沈庆林，他只有21岁，刚刚调进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6岁就在南京参加了地下党工作的沈庆林，并没有机会亲历毛泽东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庄严时刻。他凝视着这幅巨大的开国大典油画的时候，他仿佛听到了4年前天安门城楼下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新中国成立了，就是心情还是很兴奋的。解放新的天是明朗的天，
这样的歌到处都在唱。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辉煌业绩与5000年的文明史统合起来，分别装进中国革命史陈列和中国通史陈列这两个展览体系中，是时代的政治和文化诉求。1951年初，中央决定组织陈列筹备处。3月，筹备处成立。7月，正式更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这是当时负责起草陈列方案和征集存放革命文物的部门。在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展览体系中，革命文物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如何选择和征集革命文物，以实物见证的方式来呈现新中国的革命史，是国家赋予筹备处这批年轻人的任务。革命文物有这样的特点，它总是和一定的人物、一定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实物来佐证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存在，历史的见证，这个很重要。个体生命就这样被卷入塑造新历史的洪流中，而他们必须勇于担当。去往延安、太行山等革命老区的这一组人，历时半年，走遍了那些最偏远的村庄，寻着前辈革命者的足迹。他们以一种异乎于常人的能力，从散落的革命遗址中甄选出最有价值的革命文物。青人带着属于自己的革命背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在共和国最新鲜的空气下，他们渴望着投身到建设新世界的生活中。1950年3月，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6月初，国务院起草了《革命文物征集法令》。6月6日，经政务院发布全国。据统计，到1957年底，筹备处征集收藏到革命文物共计68553件。就在筹备处的年轻人一次次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的同时，另一项重要工作，征集和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掀起了第一次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浪潮。在博物馆的历史上，总共进行了3次大规模集体性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当年为了配合基本陈列而创作的这些绘画和雕塑，今天已经成了国家博物馆极为珍贵的文物收藏。
在国家博物馆的油画仓库里，数千件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按照不同的规格被整齐地保藏着。当我们靠近的时候，那种沉淀下来的力量仍旧会激荡起人们对那个激情时代的记忆。这一批珍贵的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董希文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这座位于北京城区西总部胡同的小楼，是董希文当年创作《开国大典》的地方。布满灰尘的历史从这里被重新寻找，而画作的历史价值、创作者的显赫声望与狭窄空间的巨大落差，也并不能阻碍我们的视线再次穿越到当初的场景。这是195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油画家董希文已经连续工作了两个多月。新生的国家和新生的艺术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通过油彩、笔触、画布，伴随着空气中浓浓的松节油和香烟的混合味道，以及一阵阵压抑不住的咳嗽声，完成了董希文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1952年。由于尺寸巨大，画布无法完全展开，绘画从局部到局部，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控制力的挑战。真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画革命历史画的人真的是由衷的，而且是从自己切身生活感受出发的，绝不是一种受命，简单的受命，或者是简单的一种歌颂。这幅画不管是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形式上，是结合的最完美、最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这么一幅作品，应该是一个经典。今天，董希文完成了最后一笔。当画作第一次在他面前完整展开，他已经断定，这幅画将会成为纪念碑式的经典作品。可他未曾预见到，对于这幅巨作来说，完成只不过是修改的开始。艺术家用自己的心血赋予了作品生命，他沿着自己的轨迹以及共和国的前行历程，在风风雨雨中与时代和人遥相对话。直到1973年，董希文离世的最后一刻，这幅画都没有修改完毕。
如今，这两幅同为开国大典的油画，依然放置在国家博物馆中央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以庄重而沉默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他饱经沧桑的面容。这幅油画被反复修改的命运，折射出的。 其实就是中国革命史陈列历经数次修改的艰苦过程。当阳光偶然地穿透画作，我们依稀可以从画布的背面看到修改的痕迹。历史隐藏在里面。 而这幅画作，也就是历史本身。如果将天安门四周的建筑规划看作一张人的面孔，分列天安门左右的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 就是一双国家之眼。举国之人都在凝视这双眼睛，那里面传递的是一种人们该怎样走，以及走向哪里的信息。1958年初，设计完成的天安门广场模型被送到中南海，在国家领导人充分讨论后，确定了最终的方案。 1959年8月31日，两馆建成。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新中国建筑的经典代表，将成为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通史陈列。 展出的殿堂。从50年起。 开始有原始社会，然后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近代。这从50年一直到58年中，前后89年的时间呢，把这个组织起来了。1951年2月，原始社会展览正式展出。1952年。 夏商周展览开展，1953年后，秦汉展览、魏晋南北朝隋唐展览、近代史展览、宋元展览等断代展相继出台。到1958年9月，中国通史陈列已有分段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历史陈列，取得了经验。 中国通史陈列六条原则在1959年拟定并审批，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是那个时代被强化的历史观。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国革命史陈列同样有六条原则，严格遵循以高度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相结合的原则。 以及在政治上应着眼于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教育作用，无疑是这六条原则的核心。把中国上下5000年，从古代一直到近百年的历史，党领导革命历史都摆出来，一下子并不容易做得很好。范文澜、侯伟庐、简伯赞、夏乃等等，一边学习，一面研究。 一面结合文物，制定陈列方案。
如何书写历史的框架一旦确定，那个年代的人们就能够创造奇迹。各业的精英学者也汇集到这个崭新的舞台上。仅仅十一个月，新馆落成；同样只是十一个月，两个基本陈列完成。1959年，这里是中国最忙碌的地方。1959年发生在这座博物馆建筑里的故事，已经被永久记载。10月1日规定的开展日，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文物、美术创作、展厅布置，这是完成陈列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上万件即将展出的文物和美术作品，需要大量的展柜、屏风、画框。布展成为当时最为繁重和棘手的工作。49年到59年，这10年我是在部队，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我都参加了。颈椎骨折，59年转业到这儿来，我以为博物馆是个养老的地方，没想到日夜的干。苏东海被任命为两个基本陈列制作组组长，此时他面对的是一场必须要打的硬仗。尽管这里汇集了不少的能工巧匠，但如何有序地组织起来，需要一种更有效的办法。这些从部队转业而来的、有着组织军队活动丰富经验的博物馆人员，他们采用的部队化作战方式，使此时的博物馆看上去更像一个战场。我每天吃完饭开一个博物馆会，各组来汇报你今年的进度怎么样。那个时候全国一盘棋，紧张极了。在短短的时间里，要完成一件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让每一个参与具体工作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来的时候带着个脖套支撑着脖子，脖套也扔了，干起来。对于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共同的热情，使他们在这个新战场上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这些勇于挑战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职责。信心和智慧，让那个年代工作在工业、农业、科技、文化领域的人们，不断创造着奇迹般的成果。那是个火红的年代。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号这天，首都群众几十万人聚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伟大领袖毛主席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幅画就是反映了当年10月1号天安门城楼的国庆盛况。还有朱德以及其他的许多革命干部都参加运动，电流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场雄鸡天下白，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来没想过说我这么小去参加工作，一心的就是说读大学，那时候就快报名了。你以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6月份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就通知了我们10个人放弃这次的高考，到这个博物馆去做讲解员。这我这一生的命运就改变了。就这样走上了这个博物馆的这条工作的道路。1959年5月，当大部分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已经按照两个基本陈列的要求梳理完毕，布展工作也基本完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环节被提了出来，那就是需要招募新的年轻优秀的讲解员。第一批招募的讲解员一共66人。他们是来自北京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在这个崭新的殿堂里，在即将开展的两个基本陈列展览中，他们的青春与历史相遇了。这博物馆有那么多专家学者，郭沫若郭老、沈从文先生，就觉得真的到这个专家的堆里去了。这一下哎呀，我们那荣誉感就来了，哎，觉得被我们国家挑上，好像也挺了不起。确实啊，心里有那种油然而生的那么一种自豪感，那么一种光荣感。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幸运。当他们被选择站在陈列的文物和观众之间，这群当时只有17、18岁的年轻人，就成为了新中国历史观的讲述者。严谨、庄重、荣耀，是历史赋予他们的气质。作为两馆建成后，博物馆最年轻的一群人，今天的他们也早已退休。他们是两个基本陈列的见证者和讲述者，历史就在他们的记忆和身体中。某个周末的聚会上，歌声响起，
两鬓斑白的退休老人们又唱起了他们最熟悉的《花儿与少年》。在博物馆的历史里，他们是陈列的一部分，他们的青春与展示的文物重器共同组成两个基本陈列的历史。历史这个词定义为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但同一个词汇也指历史的书写和记录。中国革命史是一面镜子，它的修改和变动一一对应着那个时代的现实。1959年10月2日，中国通史陈列经过9次修改，在落成不久的新馆正式预展。本应同时开展的中国革命史陈列，此时正陷入艰苦的修改中。反复的修改，中国革命史陈列展终于在1961年7月1日，建党4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正式对外开放。至此，两个基本陈列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形式上终于建构成型。参观博物馆的这两个基本陈列，已经成为国际友人在中国的观礼单上必不可少的一个地方。瞬间，这一瞬间对应的却又是漫长的历史轨迹。从建国之前，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库藏文物分类方式进行陈列展览开始，到建国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上世纪80年代末用社会发展分期，直到今天，国家博物馆以珍贵文物为历史见证，展示文明绵延不绝和多民族国家进程的展陈理念。仅一个世纪的变换和沉淀，两个基本陈列完成了从简陋到典雅，从教育到欣赏的功用转移。而国家博物馆也由意识形态阵地开始转向中国文化艺术的殿堂。
历史与时间同行，我们与历史同行，历史还会继续下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请观众朋友按顺序排队，服从引导人的领导，领票后入馆参观。领票时，请出示您的有效证件，每证每天限领一张门票。请将随身携带的箱包主动寄存，超过60厘米大件行李禁止带入博物馆。当下的国家博物馆早已成为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新中国初期建立的两个基本陈列的展览体系，也演变为中国古代陈列和复兴之路。但是，无论展览的名称和内容如何变化下去，都无法割断与最初两个基本陈列的血脉联系。这也正是国家博物馆国家气质的核心所在。博物馆实际起源于西方，我们国家博物馆的正好今年是100年，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组建挂牌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一个建馆的方向，叫四个相称，就是与我们的这个大国地位相称，与我们5000年的文明相称，与我们今天蓬勃发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相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相称。这个就体现了我们的国家气质。我们还有个办馆方针，叫四个立馆。第一呢，是人才立馆；第二是藏品立馆；第三是学术立馆；第四是服务立馆。而后呢，国家博物馆新的定位是历史和艺术并重。周恩来、朱德，对不对？宋庆龄、郭沫若，刚刚看到了，很醒目的，中间加了一个穿深蓝色衣服的这个领导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刘少奇。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汇聚在这里，观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通过两幅开国大典，就看出来我们中国这个60年我们政治上的变迁。也看出来我们现在中华的一个很宽松很和谐的环境，这个环境在退到30年以前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连画的画上面的人都得要改，哎，就要改的，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个画面的意思，要懂得我们中国的现代史，这也是我们到国博来参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59年以来，包括80年代，那个时候呢，阶级斗争的痕迹很浓。现在呢，经过专家论证呢，觉得那么做就不合适了，一定要用文物说话，就是用我们博物馆的语言，原物搁这儿，叫大家去看。通过这个文物，我们和古人对话，你会发现这文物本身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性。近几年里，中国国家博物馆会将一些老展柜和文物保管箱捐赠给地方博物馆继续使用。2012年8月12日，200多个曾经展示或保存过博物馆文物的老式展柜被运送出馆。假如这些空空的柜子也有生命，
他们一定还记得布置现场那些通宵鏖战的情景，他们一定也记得从老区征集回来的革命文物所散发出的独特乡土气味，他们还会记得很多叫不出名字的保管员从青年到老年的面孔，他们装满了这样沉甸甸的记忆，向人们诉说着他们的离开，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耀。我到过一个地方，我就捡过一个石头回来，我的石头睹物思情，这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亲自升起国旗的旗杆座上的石头，它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保护环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管辉是邓小平题字的，这个照片是1955年在北京，我那时候已经在博物馆了。中间是我儿子，后边呢，一个是我本人，一个是我夫人。所以对于国家领导人还是很有感情的。这个你看，五代的时候都有葬祖国。中国文化是包容性很强。今天的他们已经白发苍苍，这些当年的专家、讲解员、文物保管员、资料搜集员，已经将自己的青春留在了国家博物馆。我们干很光荣，我从大学一毕业就在博物馆搞了一辈子。博物馆就这样成为他们生命的脉动，而这一代人的历史已然渐渐引入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61年6月30日的那天下午，这是中国革命史陈列正式开放的前一天。这天的阳光比往常的日子更炎热了些，大家或坐或站地排列了两排，调试着因激动和紧张而略显僵硬的笑容。对，后头的那一排啊，靠中间靠靠，靠中间靠靠。往前一步，快门按下的一刻，强烈的曝光映入了空气，
也凝固了196位中国革命博物馆馆员们的面容。就这样，定格的瞬间成为了封存的记忆。那个并不遥远的时间点，那些并不陌生的人们，而这一帧黑白色的老照片，以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在告诉我们，其实历史就是现在。是的，历史就是现在。